隔水加热解冻的卤蹄膀，来自已经吹熄灯号的彰化夜市矿肉饭。老板娘几经考量，决定有条件付出。这几天刚刚好，伊都讲搞拜托干呢。等到了这个都没有，全部都没有，只有蹄膀而已。每星期只做限量60份的卤蹄膀，这当中转折是有民众多次登门拜访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三顾茅庐的决心打动老板娘。有60颗了嘛？那、结果超出200-300颗。我又去跟他商量说，看能不能多做一点。夜市矿肉饭尚未歇业前，长久以来主顾客不少，店内时常挤满饕客。今年10月，老板娘退休结束营业，饕客觉得惋惜，如今点头答应制作限量卤蹄膀，让嘴馋的民众能再尝上一口思念滋味。瘦肉不会很柴，然后肥肉吃起来就是不会很油腻，觉得还会想再吃。当地老饕的心头号，还有曾在10月份因内部整修暂停营业的阿全矿肉饭，在11月份恢复营业后，就与新址赶来，又是大排长龙。另一间鱼市场矿肉饭有意顶让店面，老板表示一天工作16小时太累了，希望有新团队能够接受。三立新闻许淑伟、庄浩报道。